今天高爱师姐啦，还有我们的谢师兄啊。水煎包有没有煎了一辈子，煎了二十几个龙洞，本人在家。我们少年祖辈，祖辈为怀啊，现在救这么多众生。透早开烧花，就为着要让上人去病院高爱啦。嘿，请老师傅，我们去病院哦。我看到厝，我先是吃，想讲我哪会无钱？我先是吃艰苦，啊，想到我看我要痛起来，想到我干那会晓走大路，会晓的尔，啊，剩的我拢袂晓。啊，想讲师傅，这间病院起起来很多钱，也是嘛，着大力。大粒蕉啊，嘛着细粒蕉，叫我唔敢讲，我细粒蕉啊，我是土粉啊，尔。深深的感恩，大家人遐尼真用心，所以要去病院哦，啊，恁就是安尼伫咧走。那迄当阵圣圣讲哦，哪怕伊跋一倒啦，起来，迄、那个三肌吼、哦、有沾到啦土，那伊当阵伫咧去病院。伊嘛，甲这个三支的土吼，好好的珍惜。伊讲吼，摕倒来拌伫咱的迄个土，要敲红门土，迄个土刷的内底。这都是恁这缘的哦，吼。所以讲起来，大家人拢同款安尼的心情。我才讲吼，即马慈济寺，做者历史啦，我真期待吼。把握在现在，人拢要伫咧彼此见证。好，啊，迄拢是真实。就是你若讲隔壁就讲，对啊，迄当阵唔只是伊啊，还阁有我啊，还阁有啥人，安尼吼就可以很完整。慈济历史伫这个时代，啊，这个时代呢，就是足重要的。净化人心，还有这当中科技这么发达啊，咱要用什么工具，都可以用什么工具哈，去把真实化记录。啊，不过呢，咱还是莫忘从开始，安尼少少的一点一滴累积，可以走到了这么多的国家去做救济。现在呢，只要咱有行过。大家都是一份吼，迄个感恩，还有呢，慈济人呐、啊，伫迄个所在，因为咱做过人的感动，开始呢回完，啊，都安尼一直累积，所以到现在，真正是真感恩啦、啊、吼，总是呢，咱开始的起步拿无大稳啦，那有现在吼、啊。安尼步步踏实啊，行遍了这全球的足迹，可以呢一步步的可以看见到啦。所以师父一直讲吼，真感恩，这么多人的辛苦到现在，但是呢，回过头来，我都安尼讲，分分记得咯。师父给您感恩，但是也来不及给您讲。不过，大家人爱相信，有做就是家己得。啊，不只是家己得，也可以呢。普遍这么多人能看见呐、啊，为佛教、为众生，竟然咱佛教可以呢，安尼普遍到全球。人人看到有因缘。我们本身是艺术工作者以外，其实从来没有想过，原来自己擅长的艺术表演文化的方式，也可以结合佛法，然后更可以跟随师父的脚步，可以向全世界、向所有的人来传递正法。那每次我演绎到在小木屋的时候，我每次来看到后面的吼卫兵出来的时阵。我就仰望着上人超过半世纪的这个行愿的心路，然后随着影音还有图文，那这些法随重新走一回慈济的人间菩萨道。在演绎的过程当中，我看到慈济人，真是我觉得，我只能用一句话，就是说赞叹，赞叹跟不可思议。
那我非常感恩所有的慈济人的付出，还有上人的带领，把这么多的爱跟善等等播种到更多的人身上，然后才发现原来我们所有宗教的最高的境界就是打破那个藩篱，宗教的藩篱，种族的藩篱。我想我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，如果今天透过这样一个机缘，我真的在想我要如何用艺术的力量跨足到那个墙之外。所以说无量义法随送也是很感恩刘老师、黄老师、美玲，不是只有职业的行动，职业的是他们艺文啊几十年来的精华，但是呢，他们的心还是跟我们大家人都一样，同样都是师父的弟子，同样呢都是弘法利生，所以他们真用心也做到了，全球都看见了，所以能见度提升，这么美的真实法，这是吼，这么多人啊，那一分的行动，爱的行动，善的行动，付出无所求，那样虔诚，哪不上达诸佛菩萨听呢？这种天性吼，所以真感恩呐、啊，真的是弘扬佛法的，那为佛教我们做到了吼。为众生呢，开启了大家人对佛教呢的能见度，能见度真正看到了，真的很感恩。我拢三四点钟久拢不要紧，都很圆满的完成了这一次哦，嘿，金帐演绎了吼，嘿，啊，我嘛拢。比较真愉快的呢，真。我吃老婆人事，甲人安尼参加一个吼，工作真欢喜。啊，我吼，这耳孔哦，两边拢肿紧啦。问我讲，你耳孔点遐尼重，啊，你听无？你安那工作？我讲看左右，看左右安那比，我都甲伊比。总统迄个罗斯姐吼，教阮安尼教庄严一个道场吼，啊，就是爱庄严，佮教阮啊吼安尼表现讲，阮这老人吼会一百分。所以说，真的很感恩今年有安尼这么好的印象啦，这都是累积来吼我们的形象。那多年以来，归长以来，慈济人呢是真诚，这种依教奉行啦，吼、哦，真正是师父讲的，大家人拢真正的有做到。咱大家人起码就是要安怎让大家人的目光、眼光呢，可以集中来看你做这个安怎做。所以讲，除了用物件，除了咱立人群做代志，等等，咱嘛都爱搁回吼，较有迄个影响力的，这就是入侵障，哦，这化水入侵障，这期待讲常常吼绵绵流长啦，会当愈来吼，恁的下一代的下一代。在今年年初哦，我妈妈在跟我分享今年有入金帐的时候，一刚开始我是完全没有意愿的。当我进来练习之后，也从一刚开始的真的是不太愿意，后来就主动转为我愿意哦。那我其实想要分享是说，真的当我的心态改了之后，我的收获就进来了。我的收获就是法入心，当我的心打开，法就进来了，我就会开始去审视自己的内心，审视自己的习性跟作为，然后我就起了忏悔心，我才知道说，其实我有以前我有很多不好的习性，很多不好的作为，所以我会反省自己，并且开始思考怎么样让自己改过。
所以这个时候当我自己经历过，我才知道说原来其实入金藏是因为我们的法其实无所不在。我也想要发愿让自己成为一位利益众生的人，所以我从明年度我就会开始投入社区志工。那我也愿意说用自己贡献小小的力量，然后跟大家一样，就是一样汇聚善念，一起成为这个社会的一股清流。感恩大家。真正是咱爱把握因缘，恁来出来医生团家啦，都很成型，延续下一代，这就是希望吼。那我嘛真期待，我要延续下一代，这都是希望。安尼才有团呐。